得分。不要看他们好像很轻松哦，其实每个力道都是非常大的。这个 Richard 教练呢，已经来台湾20几年的时间了，原本只是来学，结果现在哇哦哇，我的摄影棚今天是非常的热血。好 ，Richard 教练，你总共来。